新型冠状病毒 COVID-19 正在影响全球各地社区，我哋极为重视员工嘅健康同安全，因此已采取多项措施以保护我哋嘅团队。我哋认为必须加强指导，以减轻病毒嘅传播。你可以透过保护自己嚟保护其他人，并且谨记，如果你出现症状或确诊感染病毒，应立即联络人力资源部同你嘅经理。以下系避免感染同埋传播病毒嘅最佳做法：一、经常以肥皂同埋清水洗手，洗手嘅时间应该可以唱完一首生日快乐歌。喺进食前同埋使用洗手间后，必须洗手。二、避免触摸面部，因为病毒可以透过你嘅口、鼻同埋眼睛进入你嘅身体。三、与他人保持一至两米距离，以防止病毒透过呼吸道飞沫传播。四、咳嗽或打喷嚏时，以纸巾掩盖，并应随即将纸巾丢进有盖垃圾桶内。五、仅在出现症状时才戴上口罩。六、如果你感到不适，应留在家中。七、每日以温度计量度体温。八、谨记 shield， 充足睡眠，补充水分，多做运动，均衡饮食。唔好尽信你睇到嘅所有内容，亦都唔好散播谣言。查看你当地嘅政府网站，以获取最新资讯，并核实你嘅消息来源。透过网络与亲人、同事同埋社区保持联络，保持积极正面。我哋嘅行动将会带嚟影响，让我哋一齐努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嘅传播。